张靓颖即将开巡演啦！近日，她以一身黑白的经典装扮亮相她的《Bon the World》北京发布会。说起这个名字，那可不光是因为她 LB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国文化交流大使的身份。发音跟中文的伴着我很相近 ，Bon the World 伴着我，我觉得我会有今天所有的成绩。除了自己特别喜欢唱歌，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一直。各位凉粉，你们可都是靓颖的真爱啊！为了回馈歌迷，这次演唱会即将实现每场连唱30首的体能大挑战。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，靓颖这次也是蛮拼的。这次的歌曲的难度的话，真的是我所有的演唱会，包括体力上面。我虽然会一直做体能训练，但是我也希望给大家呈现一个完美的效果，所以控制在30首左右。这次是巡演，然后你在现场，你期待听到什么样的翻唱的歌曲？会有一个大家自己选择，你可以凭你的演唱会的票去选择你想在现场听到的歌曲。